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19 WCS Winter 美洲区的赛事。我是今天的主播 Osiris， 我是赛评 Tabrush。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来到 F 组的比赛哦。今天这个比赛有人类选手 Masa， 虫族选手 Jon Snow， 虫族选手 Miomica， 以及神族选手 Astra。啊，这一组就是这一组的目标就是看越南虫王而已，其他都是配角，你知道吗？这个只要看越南虫王到底在搞什么飞机，我觉得今天晚上就值得了。可是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来讲，说最熟的的确就是越南虫王 Miomica。那其他的话，我们以后好像有转播过那个 Jon Snow 的比赛，对不对？Jon Snow 就菠菜那个啊，普派啊，大力水手哥啊，边比赛边吃蔬菜的。是啊，我们之前在那个 WCS 大比赛上有播过他，就真的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画面带到他，就看到他开始啃蔬菜，真的是不简单欸。他就这样子一路就这样啃到他差点打赢 Zero， 然后还有拿一分吧，3-1。对，他有拿一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他们的那个蔬菜里面有加什么东西，吃的会特别强？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不止他，对不对？有照到其他的选手中场休息也在啃东可是其他人是吃巧克力啊，他只有他是吃蔬菜啊。对，大家在补充热量，只有他在补充纤维，真的是莫名其妙啊！明明现场就有这么多，理论上应该是有很多高热量的东西，他都不吃，偏偏要啃，偏要啃蔬菜，跟小黄瓜吧，好像是吃小黄瓜。真的是有点毛病欸。而且那个小黄瓜肯定是自己带去的哦，不然你平常根本那边一定不可能有地方在卖那个小黄瓜。对，没有错，不可能有啊，所以他那一定是自己带。那其实那些选手大概大多数也都是自己准备啊。啊，有，不过很多东西其实现场应该是像巧克力那种现场应该是现场会有卖，对吧？应该是就找得到啊。小黄瓜那种东西可能要找、那個。如果他在台上吃了狗，我们可以很肯定他有可能在现场卖。我刚刚看到这个导播在雷啊，他刚字卡上错了，这个他刚上成上一个 DNS 打那个。有，我看到了，我有看到，所以他迅速的把它切掉，太戳啦。好，我们现在来到 Astra 对上 Masa 的第一场对决啊，这第一回合战，我们请 Tabrush 报下点位。好，现在地图左上角是红色的神族 Astra， 然后右下角是蓝色的人类 Masa。啊，这个导播来戳的欸。其实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说，我们这一次这个 WCS Winter 的 OB 手是不是真的就？OB 手也是来戳的，受不了了。这整个工作人员好像都不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批人吧？这个 OB 手欠训练，还要再训练。哦，这边找到野兵蚁了。哎呀，你想做什么？这个 Masa 也真的是不知道该说是他衰哦，还是自己一开始意图不轨，然后就直接被抓包。这个你还想盖？回去了啦，炸掉了啦，这不可能盖起来了。你不要梦了，你还想再拉一只农民来盖是不是？你还是炸掉吧，家里盖了。他用这个来拖时间呢、啊。我是觉得这一点。如果今天我是神族，我兵也不会派过来这个兵。对啊，我也不会理他，反正你根本不可能盖得起来。对啊，你再拉第二只，不再垫就好了。没有，就算你拉第二只来，我也不用垫啊，因为你第二只来 timing 已经慢很多了，我就家里正常出教室就可以了。我根本不需要理他，那个 timing 已经差太多了。对，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的是 Astra 这边就是直接的把二矿都放下去了，就不理他，完全一个正常开矿。他现在可以抽。反而是 Masa 这边的话，阴影就整个慢掉，这只死神应该就是只能到前线去看一下而已。啊，这只死神达不到骚扰的效果，这只死神就只能抓这只工兵而已，这应该是没什么屌用。对，家里还有二矿是有放啊，家里现在人类现在只能偷就尽量偷，他不偷没机会了。对。这边 Masa 就是要尽可能的撑到自己把三矿都开起来的时候，因为现在整个经济都输掉了，所以就是要稳稳的守，不要亏。他是刚是不是看到有人下电池啊？他这个电池下的太早了，他这边这个放电池其实这有点太过保守了，在这个时间，这位下电池的朋友前面赚的东西有可能因为这个电池就稍微亏一点回去了。
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其实这100块早期在你的投资，不管是工兵上也好，放下水晶塔也好，其实对于自己的营运上来讲是顺畅许多。哇，玛莎这边是死神还送掉，那个看起来，这是因为这个电池就下得莫名其妙、哦。你就算好了，就算今天那个今天对面的 VF 爷爷在外面好了，那他的 timing 点也不可能那么早啊，因为刚很确定他的兵已经晚了，他那个 VF 就不可能那么早，根本那 timing 点算也算不到，也不会是那个时间你电池就应该要下了。对，因为其实你刚看他在外面兵营的那个进度就知道，那一定是第一个兵营。那个兵营盖到这种程度被炸掉，然后家里再补盖一个的话，那军工厂一定不会这么快。边 ，Austria 这边把追猎拉到前线来甩枪兵。我是觉得他后面他 VR 好有没有，就直接接冷静了，然后冷静直接三 BG。然后把他这个至少要把他这个二矿打回去，哎，他没有接冷静嘞，你也是冷静。接观察者，他超稳的。你接一个冷静到前线，他这个不就要飞走了？你前期这么优，你那个追猎，你这个枪兵一定不可能有科技啊！啊，你就用这个追猎一直在这边不断的蹭就好了。对，他这边接少尉是打算把假设飞弹车要下来锁定的话，直接把他切在下面。不是啊，他接了一支哨兵，然后他接了一支观察者，然后所有的兵都从家里用走的走过来，那你还不如接一台。好，这边飞弹车下来锁定。哇，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完蛋，这个人也是来戳的，是不是？他竟然是怕自己的单位被锁死，两个立场给他切下去，然后往后跑。重点是稍微还掉了。哎呀，啊，继续打，这个继续打，追猎，继续打哦。这个追猎的这个血量跟兵量其实可以嫖很久，没有必要这么快就缩进去。你刚刚那边只要继续打这些残血的东西，就要全死了啊！等坦克出来，你再退就好了。啊，现在，有没有点掉？哇！啊、为了点这个，要掉两只追猎了。哇，这个原本赚的都感觉都亏了。这操作感觉不太行啊！啊，这个刚第一时间没有点好，然后他为了贪那一只。这个反而上斜坡是最不应该的，他反而去做。刚在下面舔，应该是可以赶快舔一舔的，不要做。然后他上斜坡这种事情，他偏偏要做，莫名其妙。我怎么觉得这个我们的 Austria 这位神族选手，感觉要把自己的优势慢慢赔进去？他现在完全是把前面的优势闲置不管，然后要放下大量的传送门，感觉是要压一波。他是想要先补八币，然后三开，然后再开矿，然后。对啊对啊，就这是最稳的啦，最稳的打法。我是觉得没有三矿放下去，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其实他也看到人类的配兵是这样，那这一种配兵组成不太可能太早压出来。啊，而且刚刚那个刚最主要是刚那个正面太他的操作太戳了，不然其实那追猎可以在那边打更久。对。那边其实那台飞弹车第一时间没有打掉，就干脆直接往后撤。啊，最不应该的就是上斜坡了、啊。你就往后撤，然后在后面继续点他的主堡，你只要把他逼飞，你都赚啊！逼飞回去，飞起来也不用飞回去啊，飞起来就可以了。飞起来一次你都赚。好、哦，那现在。Astra 这边后面是要转闪电，他这边是要把它转回正常的一个 PVT 的一个兵种配合。这狂热冲锋应该已经好了吧？你刚好看到他提，有啊，他应该是好的啦。然后现在在提闪追啦，冲锋应该他第一个是按冲锋，应该是没错。对。玛莎这边把坦克收起来。哎，这画面我怎么好像今天看过、啊？这画面怎么似曾相识啊？我跟你讲，等一下，那个二十亚这边有没有正面那个电兵被杜鸦丢了两发干扰矩阵，然后坦克架起来直接把电兵全部轰掉，枪兵打针甩上去就赢了。玛莎有可能会这一波直接顶死他。好，我们来看到这边一个空投狂刃士。哦，中间，而且中间的兵绕过去了，两边完全没看到。是 啊，对，两边交错了，然后 Masa 这边的大量部队是直接去推 Astra 的三矿。
啊，他从后面来是不是要自杀？对，他从后面包。哎、欸、哎、欸，后面这整换这个要从后面包有点难啊，这后面坦克都加后面，看起来是先换加啊，打一打换出优势再 recall。对，把你这边回救。好，一个反装甲下去。欸、他怎么丢这个东西？长哦。其实我觉得他后面这些部队都很软啊，没有必要丢这个。不是啊，他丢干扰矩阵，把那个闪电干弄，他配合等他的部队回来，然后一起上，同时一起上就好了。他一定没有看今天的 GSO。这个一定是没有看 GSO 的朋友。好、哦，现在这样双方交换之后 ，Masa 的人口大幅落后。这狂战甩不死啊，都要甩到天荒地老。刚还点到地上石头。没关系啊，他现在点什么其实都打不赢。这那个经济落差太大了、啊，而且出兵流变断了。对，那这边等下只要展开再传一轮兵直接带走。好 ，Masa 这边打出啾啾，我们恭喜 Astrid。1-0再次领先。其实有时候真的看美洲区的比赛，就是一种峰回路转的概念。一开始看，哇，神珠找到野兵营一个大钻，然后就有一奇怪，怎么钱压压压，好像又把赚的东西给亏回来。是压压是还没有到亏回来，但是他可以应该说他可以打得更好啦，是没有到那么夸张亏回来。可是最主要是他跳这个电兵，让他的兵看起来很少。他这个电兵其实是跳得很算是蛮偷的，对，所以等于 Masa 有一个机会是他刚刚那一波正面如果冷静没进来，他直接顶过去，然后那个杜鸦把那个干扰矩阵直接丢在电兵上面，那可能有一个机会可以直接逆转，因为那边神族的兵是你基本上是靠电兵在输出的、啊，他那个冲狂其实也没有很多，对吧？对，他那一波冲两面包夹冲狂的一个成效会来的比较差一点。啊，他那一波回来的那一波啦，他没有协同好，他杜鸦已经先丢了，结果那个部队都还没有回来，那个丢的东西等于白丢，然后又被反馈，剩下的能量全部被反馈掉。对，还是觉得丢那个反装甲在那个时间点丢那个位置真的不是很优啊。他就等他的部队回来，然后上下包夹，然后再。丢两发，那个应该可以丢个两发到三发干扰矩阵哦。丢下去那个电兵，刚看他的能量应该有三发，他从开始丢过。那个电兵只要被全部干扰矩阵起来，那你那个电兵没有得输出，你其实这部队你随便甩都会赢啊。对。看起来真的是一位。今天没有好好收看 GSO 的朋友。那个 GSO 开始的时候他们那边是还在睡觉时间吗？没有，先不管睡觉时间哦，人家这么神族的标那个标杆 stage 在打比赛你还不看，他就是这样死的。如果他有看，对不对？他就会知道这个情况似曾相识。这个情况肯定是丢干扰矩阵，反正几只电兵弄一弄哦，弄一弄回去，直接打针往前贴，游戏就结束了。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了 Masa 对上 Astrid 的第二回合。首先呢，地图左上方蓝色的人类选手是 Masa。然后在地图右下方，红色的神族选手是 Astrid。哦，原来他的战队叫做 Alpha X。啊，下一次就加入 Alpha Star 的战队了。Alpha Star 教他玩神族，成为人工智能 AI 的朋友。不过看他刚教他玩神族。看他刚刚那个操作，肯定是跟 Alpha Star 还有一点差距的。我们需要用 AI 好好的训练他一下。
他才学半套而已，他还没有到阿法斯达的程度、哦。那个追猎的移动真的是出神入化。他那个最主要是他刚前面其实那个追猎应该要更赚的，对 Masa 来说那个追猎应该是已经搞到他想跳了。那一场其实那个追猎过去应该就差不多了。对，就他甩的其实都没有很好，然后而且走上那个斜坡也是很戳了。对，那边多送了两只追猎，非常不应该。好，这边 Astrid 稍微干扰了一下 Masa 的二矿，不过 Masa 把工兵拉下来协同的情况底下，还是顺利的防下去。那至于在 Astrid 这边后续呢，则是正常的开矿模式。Masa 这边拉了一只工兵出来，这个是要去寻 Astrid 在有没有去把那只工兵藏到哪里去，或者是放水晶之类的。没有，我猜他是要野东西。我这个位置，他是不是又有偷看今天的 GSL 了？今天也有人野在这，然后被寻到。哈，今天那个孤米猴还是是孤米猴吗？哦，还是 Q 啊？反正他们有一个人野了一个 VS 在相对的地方，就是点位反过来的地方。对对对，一样是那个地方野了一个 VS。他们是突然有看，然后又突然没看，是不是？应该是看了，然后学一半。我的天啊！哦，通常 VS 也在这个位置了，家里在出火车，就是要升那个。对，他要升医疗艇啊，医疗艇。对。对，那医疗艇后面会接解放。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哪里看过啊？怎么好像今天是不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会不会他其实他是有看的？Q 二打 Stays 吧，结果会不会他今天是有看的？可是真的只学半套，这个我是不确定的啊。但是他等一下看一下他那个投进去的感觉哦。好，投点痛。我们来看一下 ，Masa 把死神跟火车分成两路、哦，那等一下后续会再接两台火车过来，然后跟医疗艇做汇合之后，空投四台火车。他这个，我跟你讲，今天为什么那个人的野 VS 被寻到，就是因为你看他有一只幻降凤凰飘过去。然后看到他的农民从外面走回来，这时候地图刚刚 Astrid 他有一只幻象凤凰飘到，应该是有一只幻象凤凰在人类家里看，他有看到外面有一个工兵走回来，他应该就有意识到，他好像有在巡哦，他好像在巡了，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对，有看到了，看到了，教室看到了，哇，这医疗艇还在躲，啊，不用躲了啦，这有看今天的比赛一定知道这个是空投火车，我不过看起来，哦、有他有分，有啦有啊有一个追猎。而且这个建筑学火车没有办法从旁边进去，可是他从另外一边进去。对，然后你的工兵反而跑起来，哇！其实还可以再烧，还可以再烧。还可以啊！你就是不够贪心。这里其刚刚那个其实如果够贪心，丢下来那个火车不会死，还可以再多烧个。他还没有，他还来，他回来了。哎，就是你再烧再烧。而且你看这个建筑学完全帮他大忙，烧起来！他还点自己的工兵，点地工兵，呼，屌送！烧死二只，赚死三只，可以哦。这个投二矿这边继续烧，哇，很赚，可以继续烧。哇，一个矿挖矿的工兵，这已经可以跳了，你知道吗？死了十五只，但是他实际上单位损失十五只，但是他左边跳十六只，因为有一只是自己击杀，因为有一只自己击杀，自己杀最戳哎、欸，哇，自己杀自己人哎、欸，我怕你杀不够，我还帮你杀一只。帮你凑一个偶数，那个奇数不吉利，帮你凑一个偶数。奇数不吉利啊，十六只刚好是一整个矿的那个挖金矿数量，刚好啊，送你都送你。然后后续呢 ，Masa 是接上了隐形女妖，那这边要等两台，不过卡人口啊，这个闪追也换不到什么东西哦。对，碉堡都好、哦，然后家里还有更多的兵。我看这个 Masa 是可以等那个隐形女妖有没有，然后家里的那个兵营。我看那个兵营也不用挂科技了啦，他就直接全部出枪兵，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坦克跟女妖直接打正面，在那个神族楼下家里楼下盖碉堡就好了。这前期赚成这样，神族根本没什么，对吧？神族根本没什么兵啊，他的兵就是正面那些闪追在那边给小，然后家里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对，而且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主矿没有电子哦，没有什么防守部队。等一下两只女妖进来可以干掉，稍微干掉追猎之后把死开。不过依这个情况，应该是会直接先点稍微再点攻，对吧、啊？稍微追猎就不要理他。
这些其实也可以吃掉啦，反正是可以吃掉，可是会消耗掉自己的那个 DPS。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选，直接飞进来看什么点什么。对，反正无敌状态嘛，看怎么点什么。啊，这神主已经，这神主已经再见了。再见了，朋友。你真的是看半套的，早上都知道看那个就知道人家有可能是空投火车了，就这建筑学有点坑。对，是就是你一开始第一波防守 OK， 可是后来这个就是也不说 OK， 就是你已经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你有做防守了，结果还被烧这么多。我是觉得他追猎站位不好，如果他今天真的知道对面是要空投火车，他追猎就不应该缩在空局里面。他应该走到那个腹地那边，然后去那边第一时间先点医疗艇。啊，这边要被杀了。不过那个女妖的有一只没抹，那再来加上观察者也回来了。哇，阿翠这边为了要追回落后经济的矿开的时候，特别的凶啊。特别的凶啊，可是玛莎要两矿打一波了。对，这个等一下只要推出去的话，两矿推出来了，这个怎么守？不知道怎么守，这完全没得守啊，推出来了、啊。经济输这么多，然后矿开的比人家多一倍。哎、欸，玛莎这边是把三矿飘出来了吗？啊，他这三矿不会补农吧？他就是丢矿螺，然后那个，欸、不对，他农已经补了。基本上人类的话，工兵基本上是不会停，就是会一直铲。那你今天要拖出去，你也是拖了以后再继续铲。没有没有，有一个打法是三矿飞出去，他只是拿来丢矿螺的，他不会补一只龙，他实际上是两矿一波。我是觉得他可以推啦，他前面这么优势，他还不推，然后给人家拖回来。对，刚领先了25人口，那现在阿斯水慢慢的要把人口再往上拉了。阿水啊，这边农民已经刷回来啦，而且超级家也超级拖的。你再不赶快看到这个市况，你还没想法吗？看到人家这么偷了，你不会想打？我觉得还蛮奇怪的。看到市况，难道是你跟着一起拍市况吗？有这种？看一下有没有正面收一收要打，然后再杀11只。不是真的。幽灵特务学院。我是觉得可以打啦，你对面。对面偷成这个样子，一定没有兵啊！你不一定要等哦，动了动了，主力部队要出发了。哦，阿水看到这一波部队前进哦，心里很抖，赶快刷了一轮狂战士。玛莎这边是带一攻一防，就是抓自己一攻一防的 timing 做进攻。哦，这边石头都拆掉，但是狂子从这边做进攻，哇，这狂子非常的多。好，鬼雷炸下去，三船兵再走可以。这边头几部分下来哦，这边是逼迫阿斯特把狂灯是刷在下方，然后市场投主矿，哇，怎么感觉？感觉这一波。感觉这波进攻是亏的、啊，哇！阿水这边刚好看一下，好像是补到了11个传送门哦。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Masa 这边要怎么打哦。刚刚明明 Masa 是有一个机会，是有一个 timing 点，是阿水这边最脆弱的时期。不过进攻过去的时候呢，阿水这边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工兵都已经先补起来了，然后传送门数量也补起来的情况下，就只要一两轮兵可以把落后的人口都追回来。这边我看到刚 Masa 领先了25人口，现在反而是阿水这边人口领先。然后目前阿水这边是二攻二防啊， Masa 的二攻二防还要稍微再等一下。阿水这边三矿三矿已经来到了三分之一，并且四矿做营运中。阿水这边绕了一些狂战士，不过 Masa 在自己三矿旁边是有做建筑区，所以这样子完全可以抵御这个狂战士的第一波攻势。现在双方部队要做交战，不过
Massa 这一边有两只的幽灵特务、哦，不过看起来并不在这个大部队里面。哦，有在上方。这边就来看一下这个 EMP 丢的如何哦。目前 Massa 还要再久一点，他需要等二攻二防。这边反而是 Massa 几招先开战，幽灵特务冲上去，刚好二攻二防完成，一直掠夺直接被放生了。好，现在这个正面部队交锋的同时，阿雪这边绕冷静要去空投 Massa 的二矿，不过看起来好投下来了，搭配鬼雷还有少量部队的防守，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现在 Massa 的大部队一直追杀着阿雪的狂战士跟追猎，哇！这边阿斯雪冷静飞到 Massa 主矿里面，传了一轮狂战士，非常的凶悍啊！啊，但是这个正面看起来阿斯雪的正面要爆开了，人口落差来到了50哦。目前 Massa 人类这边领先，好，这边阿斯雪的部队跳过来，感觉这里这一波算击杀了 Massa 非常多的工兵哦。可是阿斯雪的正面部队要是续不起来的话，光靠基本兵是会难以防守 Massa 接下来的下一波反推。看到 Massa 这边人口的领先60人口是部队人口。好的， Massa 挺过了这一波攻势哦，那接下来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大部队往前推。Massa 这边还有带有幽灵特务，等一下直接 EMP 炸在狂人士身上，然后狂人士瞬间失去了所有护盾之后呢，大概就，这边看起来 Massa 部队感觉，还有从家里走出来。好，那这个环是被消耗完之后，应该打针冲过去，这些追猎者就会倒地。后续再刷一轮狂战，不过一轮狂战是不够，还需要再等一轮。这边要注意的是 ，Massa 的部队里面是混元，这个猎光球，哇，散得非常漂亮，直接闪开了所有猎光的闪开猎光球的攻势。大批部队直接进到了 Astray 的二矿，点掉了机械造厂。啊，不对，直接走进来，这边阿斯雪打出了巨巨，我们这边恭喜 Massa 扳回了一城，双方1-1的平手。我是觉得啦，那个 Massa 有点太仁义了。他前面说那个反推时间吗？对对对，他前面有优势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其实早被推出去了。就重点是他看到那个四矿啊，他第一时间看到四矿，其实就全部东西带一带全部出去就好了。对，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就你女妖飞过去，你都看到人家偷成这个样子了，你当然你不用管自己的 timing 了，他都偷了，你就推过去就对了，对吧、啊？你甚至三矿农民一起拉了一些出去都没差，反正他这么偷，你打一波他不可能守得住啊。如果守得住，你就要喊拼罢了。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因为那个兵他其实女妖进去就，我怎么看也觉得那一波推出去会守不住，结果你拖到阿水的工兵补起来。BG 补起来，导致第一波还被吃掉，那个真的是真的让自己一度陷入危险。不过还好啊，他那一波打出去，家里科技有在往上提，不然如果他家里是没科技的，我看真的有机会被逆转。他后面转那个幽灵特务是他防守跟进攻打下来的关头，对吧、啊、？EMP 都有炸震到狂战士，还好他有转兵啊，不然那个真的是那一波推出去被守住之后。然后那个整个人口被倒打哦，对啊，二十学长这边他那个GG超爽了，他家里那个四矿在营运，然后一直刷大量刷 BG 兵，你还真的有可能被淹死。好，观众这边有在说哦，刚刚三基地不飞出去也可以丢矿螺，那个 TOP 的意思是说要丢矿螺去踩三矿的金矿，是这个意思？对啊对啊，就是。你飞出去，因为、那个、如果你不飞的话，就是、你丢主矿二矿，你主矿二矿那个时间其实主矿大概已经干一半了，所以你必须要把三矿飘出去，然后把矿螺是砸在三矿。好，那我们现在回到 Massa 队上 Astray 的第三回合、哦，在地图的左上方蓝色的人类选手是 Massa， 他拉这个画面好像会稍微再晚一点。在地图右下方，红色的神族选手是 Astray， 隶属于。哦，这个人的名字，我这个名字我突然看到了，他叫 Max Angel， 哎、欸，我操，
他的名字也太潮了吧？他名字啊，本名啊，他叫 Max。哦，你说刚那边这个 Max Angel， 操这名字天使最大化，这名字可以哦。他妈他们家他爸还是他妈是不是打那个家机打上瘾了？然后发现，然后那个帮儿子取了一个这个名字啊。我知道我刚播到一半你消失，因为我稍微 Q 了一下你没有反应，我就知道我们在赛前就已经讲好，你中途要是消失的话，我会帮你 carry 你不在的部分。我就是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指令，告诉我只是我需要去一楼拿一些奇特的东西，就是那个你的那个外送茶嘛，对不对？对啊，外送奶茶，外送奶茶，只差这个奶。只差这个奶茶上面，哎、这个是要干嘛？这应该只是茶吧，不会藏 VF 吧？藏 VF 这个藏这边也太诡异了吧？没有啊 ，VF 放家里啊，这应该只是侦查而已啦。没有，它可以放第二个 VF。他这里，他如果这是单框开哦，他真的可以这里再下一个。可以，对，单框开这边里面外面出火车，里面出地雷。以前可以接触飞弹车啦，现在不行，现在还要挂科。好，那刚刚那个他OB 手在地图上画的那边是跟大家讲说，如果是长 VS 的话，大概放这个位置就好了，没有必要让工兵跑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VS 神族 VS 开，对，结果那一只工兵就真的就是放在里面看的。哦，有进来看了一下，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啦，该做个文章。我刚刚真的是有难得都可以躲那么久了，不如做个文章吧。神族一定不肯寻自己家里的那个机会太低了。对，因为其实一开始他没有看到你工兵进去，他就会认定你的工兵是待在家里。而且教室一出来是要守死神，他不可能出来还去寻家里。对啊，你就死，反正这张死神又没有跳点，他一定在下面守，可能走到那个地方。说不定里面偷偷藏一颗鬼雷冲过去买，他可能还没看到。就是你用死神让他分析，然后他就一开始神族就会认定只有这一只死神。不过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要是真的还是被发现，他就没辙了。几率有点低啊，我等几率很低啦，因为就真的像我们讲的，神族正常来说不会去寻的。哇，两只教室过来，好。这边看他会不会用教室的那个？没有，我刚刚也以为他想秀操作，但是他看起来是没有秀的意思。他直接飘进来，硬杀！哇，这、那个配件之，好了，你鬼雷、啊、哦，还有那个围巾出来了，现在不一样，现在围巾打那个围巾打先知就有加成，啊，先知现在变重甲了，我这围巾打重甲是有加成的，对。哇，这样看来这先知送了，然后等一下 ，Masa 这边要是打个什么一波反推，我看这个神族也是不好守。前面那个先知有点送的太阿莎里了。这个空中交错，我看了什么？哇，好险！这只先知要是在掉了，真的一波过去，我猜应该是真的守不住了。对，因为只有空军的科技，然后你又没有了先知，而且这个时候通往神族就已经开始在转地面了，所以你不会有其他的科技兵，那可能就会直接被一波捅到二矿区。不是这马仔为什么要放碉堡啊？他是不是闻到了什么奇怪的味道？不然怎么会放碉堡？奇怪，人家现在家里偷的要命，然后你在自己门口放了一个碉堡，我头有点痛。他应该是没有去确认到神族走什么。就是神族这个会有一波那个三先知的一个压制，可是前面掉了一只，对啊，前面就掉一只，而且碉堡还没有好。哎呀，而且你就有导弹车了，你根本不需要怕那个三先知的压制哦。炸掉了，对吗？你还迟早要炸的，你不如从头到尾就不要盖了。啊，这是干嘛？哇，他要跟追 PK 哦，不是吧？没有，这是挑逗，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挑衅。他觉得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下来桥，你知道吧？然后下来桥遇到两台车子，你有看过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影片吗？就是台湾不是都会有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对。然后前面那个人就说：“你给我下来桥，
结果下来是一个190公分的壮汉，然后他又走回去，刚刚就是那个情况。之前还有一个更好笑、啊，他就真的是跟人家呛虾，拿着球棒呛虾，结果下来的更大只，他开始道歉。刚那个标准套熟啦，刚那个围巾就是套熟啦，你知道吗？他就说：“我下来了，你给我过来，你来。”然后就那个发现那个追猎好像打不赢，赶快跑，赶快上车跑掉。也还好他跑掉了，要不然就真的太挫。这边。这个炸也炸得很干脆，也是反正先取消掉，你也不知道那有什么。因为正常来说，你如果要开矿，你要开外面，你通常会带一点枪兵过去。对，要先把那个视野的地方清掉，对吧、啊？帮忙清一下那边站的教室或什么之类的。就他也没做，那干脆他没有，他就直接拉出去。不然如果人那他一开始就盖在家里主矿就好了嘛，结果现在又放主矿。真的是搞不懂他哎、欸！好，这边弓头鬼雷下来，哦哟，阿索没有反应哦！哇，炸翻三只！哇，13只，而且正面也被炸了，正面也没有操作好。对，双线被鬼雷，然后三颗鬼雷炸完以后扬长而去。然、后这个为什么？兄弟，你的弟兄还在这，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啊？这两颗你都把人家追猎给击退了，为什么不顺便把这两颗带走？这两只就不用死的哦。对，这个好像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看欧美的一些在细节处理上的一些粗糙度，跟我们常看韩国的还是有落差。没有啦，其实是因为这几个欧美的不太行，知道吗？他不是顶尖的欧美，我们等一下、不是这样嘛？我们他好歹也是那个 WCS Winter 有晋级到这边的嘛，对不对？给他们一点点面子。但是我说他不是顶尖的，合理嘛？大家有眼睛自己看，不是顶尖的，不是顶尖，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实力这样。就是大概就是往年就是如果真的有 WCS 啊，就是最多大概就是走到32强那种的。哦，这边这个推力还想跑啊？哦，全吃。他原本这些闪追是想要来赚一点东西嘛，结果是来赔闪追。沒有被炸，这边头鬼雷再赚五只工兵。哇，我房间这么多蚊子是正常的吗？我快受不了了。应该是因为你都在房间里面吃些晚餐宵夜之类的。可是蚊子是要有水的东西，它才会那个、啊。然后有奶茶、啊，有奶，所以现在蚊子也是要喝奶茶就对了。对啊，他们要吸收糖分。最新潮的蚊子喝奶茶长大的。哇，这边正面。这点了水晶台就走了吧，太过分了哦！这个后面在点 B 啊，还让他点掉。阿水这边是不是在担心是被双线？他主力部队迟迟不上来。他这两个立场，这是怎样？对，没办法上来救援。这是传说中的周游列国吗？他就这样从二矿不甩甩上来，然后等一下再载走，是不是？还想载走啊？周游列国总是要付一点代价的、啊。对，但是这边没有第二线了。没有第二线吗？好，没有，他就是单线，就是真的直接是一那个带着一列的部队，然后从走进二矿刷进主矿。好，九加。不过其实这我老实讲，这 VR 掉对那个阿斯拉短时间内的影响其实还好。好，反正他现在这个 BG 兵其实量很多，那个。短期内 ，Masa 应该也不太敢直接压过来了。对，也是一个重点，是因为 Masa 刚这一波是全掉。那如果他至少保留两船回去的话，那 Astra 这边是有压力。不要说两船啦、啊，你医疗艇回去就好，你里面空的都无所谓。哦，他有一台回去，他只有一台，这一台真的是没什么。他四台去，然后剩一台回来。对，而且还是空的一台回来，这样真的没什么。好，不过这个人口落差目前也还是有的哈。那这边就是要等那个 Austria 这边的两个 VR 好之后，他就的确开始双城这样。那如果 Masa 没有意识到，应该有看到啊，他有看到这个 VR， 他有看到机械研究所，可是他还没开始转围巾，这鬼雷还出这么多。他这时候他这个 timing 点是可以压，但是你这个 timing 点如果把兵全部送掉，你就没机会，你一定要把对面压，一定要打伤。
对，就是你要让那个 Austria 那边有巨象，可是没有配巨象的部队。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这个 timing push。先把这个四矿点掉，这边先逼退，然后看一下下一步。这边只要让 Austria 这边续到了三到四只的巨象之后 ，Masa 这边没有围巾就会比较难解。所以这边绕两只狂战的，稍微干扰一下 Masa 的TT。Masa 是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对面是在转巨象啊？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他不止没有意识到，他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哦。对啊，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他看到了吧？还是他觉得他用人包夹包掉巨象？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他要更吵的，他要把那个鬼雷全部载到一二型上面，用爆破爆破巨象，有没有看过？那他的确还要等那个钻地爪完成啊。要不然对方那么蠢，看到你丢鬼雷下来，然后鬼雷在慢慢的往地上爬，那个巨象还被你扎到，真的是有点蠢。有啊，他在提了，他看有在提，有在提。我觉得他要向 TY 致敬了，你知道吗？这个爆破超新星。不过我的确是看过韩国人类这样玩没？但是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大部分都是秀，除非是自己已经很优了啦。大部分都是秀了一波，然后发现怎么打不赢就被抬下去了。对，就是你可能投了八颗，只有两颗炸下去。哇，这边大规模直接投主矿，投进来，接下去先把神灵塔打了，神灵塔，然后神灵塔不要打 PG， 完蛋。而且这个再上来是不是没有带鬼雷啊？对，而且好像走不回去，好像全部回不去了。哦，有带鬼雷，有带鬼雷，可是这鬼雷炸在工兵身上啊！哦，有两船半盘跑掉了。哦，这个双线有打起来，但是他家里还是没有续围巾哎！哇，这一头打到大的！哇，这个双线工兵击杀了29只哦，直接把经济扳成了一个 Masa 的绝对优势。但是问题是，这个正面打不打赢这个巨象？对，因为没有围巾，那这样子就变成是在防守的时候，等一下自己要拖出大量的工兵来做防守。这边是巨象在加烈光球，哦，这一波正面真的，我真的觉得哇，巨象好多哦，啊，这巨象超多嘞，这个，烈光球先去炸那个雷，不要啊，哇，这个后面还有更多的鬼雷，被炸翻了。啊，不是啊，这哥哥不是有烈光球吗？那烈光球去哪里了？对，我说为什么突然烈光球不见？那他烈光球是幻象出来的？他烈光球可能啊，他是不是刚回家守家里？不对啊，你这个这，他炸脚下的鬼雷，然后烈光球冷却的时候往前冲。哦，这个立场格，还有立场，还有很多、还有机会后面走出来，现在是要等立场消失之后要脱包夹哦。但我怎么觉得等等这还真的不见得会赢啊？虽然说人口赢很多啊，但是这个二次啊全部都是正面哦。其实好像加以猜一猜，有啦，有领先一倍，应该是可以啊。Masa 这边应该还是稳，正面是不会，正面不见得打赢啊，但是家里会先被踩完啊，一定会被踩完啊。对，哎呦，被隔一波。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二次前线几乎已经是没有追猎了。已经要没有追猎了，可是重点是这位哥哥也没有转 ，Masa 也没有转解放、啊，他怎么都没有少量围巾，地面他全部都地面啊，而且他卡人口，现在出不了兵哦。好，这边围巾要漂，不过现在才开始出围巾，这三台一定要甩飞啊，而且围巾还掉了，哇，烈光球不能掉，烈光球才是创造奇迹的单位。不是啊 ，Masa 在他家的部队怎么没有把那个把他家拆？哇，完蛋，都要分还杀哦！哇，这个真的不好说，真的不好说。他那个 Austria 他的三矿还没掉，他这个人类 Masa 的部队人口已经被追上了，这个人类这边打不赢啊！哇，我的天啊，这是什么妖术啊？他怎么会想用纯生化加鬼雷要去硬拼巨象烈光球？我觉得刚刚。他在家里死守可以，可是他那个正面的就应该赶快去把
赶快去把，哇，这边又送掉。哦，不过这边回来，后面接上来，只要巨象了，只要巨象了。哇，这个力旺球直接被点掉，哇，这边嘴里快掉光喽，但是掠夺者剩没几只。啊、哇，剩一只巨象了，还是下去吧，朋友。这个峰回路转。不是啊，他刚刚这个 recall， 这个 recall。其实也是很拼啊，因为人家部队已经在那，你 recall 回去会有一个，因为 recall 出来的部队是全部围着主堡，你会有一个部队被脱节，阵型很差，对，阵型很差，然后会被分开击破的一个危险。对，你还在坚持什么？你只剩十二人口，而且你一支工兵都没有。人家有一个行星要塞啊，难道你觉得你的烈光球可以炸翻对面的行星要塞吗？啊，这边阿斯特打出了 GG5， 恭喜 Masa 二比一击败了阿斯特。我真的觉得看完这一场以后，大家应该笑到一个不行吧？我看一下两天四的反应。他刚刚那个节奏打起来，家里就应该续围巾了。你让那个神族，其实对，没有错。你看到神族走机械研究所，其实一般应该都判断是巨象。现在对，而且他重点是他刚，其实我觉得他前面他围巾还没转之前推的都还可以，那几波其实都有换到，都有稍微换到东西。但是问题是你要想你把人家激怒之后，你要怎么守家里啊？你至少家里要续个围巾嘛，然后地面继续续，就医疗艇其实也不用续了。对，他医疗艇其实够多，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刚刚那边应该是可以打得更好啦，因为这个真的是差一点被逆转，要不是因为最后那个 recall 运气好，刚好那个巨象被你先吃掉，不然真的是要被逆转了。如果刚刚阿水那边坚决就是要先把行星要塞那边给打掉，然后再回救的话，就是他已经不打算救那个主堡，那这样子其实后面还很难讲。如果没有他一定要救那个主堡，因为他就只剩那个主堡，而且他好像剩两只农民，然后他没有钱可以盖主堡，所以那个主堡他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只是就刚好他回去的那个阵型刚好被 Masa 抓到，就刚好那一个 moment， 他就只有那个机会，刚好 Masa 抓到。如果没有抓到那个 moment， Masa 真的有可能输。而且第一批兵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打不下来嘛，要被吃掉了。哦、那结果后面一坨再冲上来，就刚好接上，刚好接到那个巨象啊，这运气。如果这个 Earthshare 他那个巨象前面是从一开始就在甩，全部都挤在一坨，我看 Masa 也不见得打得赢。好的，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为各位带回 Jon Snow 对上没有 Micah 的对决。